去，就是我东西不拿，也不按完成，那就走了。那就随缘喽。我就一路就把路都把它挡死了，它会怎么样？它就会卡进去。它就宕机在路中间了。那你怎么不吃烤肉？吃火锅啊！妈妈想吃火锅啊！哇，他又来了！为什么不一次送多一点？为什么都一次一点点一点点？他那么多层。啊，你点了又点了。开机都还没开机。